好，抱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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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同学，我跟你们大，我先跟你讲大乐团以后，你们大，我大概就是大概他们打开45度的时候，我就会叫他转身走进去。你们那时候也刚好会走进镜头，大概，而且你们的走法是要这样的线的走法，懂吗？就是有点走进。